なんだよ、ネオアームストロングサイクロンジェットアームストロング砲じゃねえか。完成度高えな。不要瞎掰好吗。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麦格顿集成设备的风道正确安装方式。上一个影片因为要展示风道阀门的关闭效果，所以将风道阀门装在集成机的进风口。如果各位有两个以上的木工机具需要安装集成，需要将 Y 型管直接安装在集成机上，然后直通接在主要机具上，旁通则可以加装风道阀门。在不使用机具的情况下，可以关闭非主要的机具风道，减少集成的功能耗损。